堵了两次，一次是那种车祸堵车的，然后一次是全是大车堵的车。哎，我操，这新王怎么刚回来就网卡呀？他没了。看他没了还行。发家是。看他喜欢搞我一下，他搞我一下，他自己吃了个猫，就没得搞他。为什么放人皇去了？人皇应该有个盾骑。对，这边来了。这么想活、啊，啊，这么想活、啊，在地下还好给你挂地下室，不然两个铁，你要翻天啊！我没沉默，但沉默可以沉默下来一定。厕所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一二三三台够了。哦，那游戏不结束了，这来不及救了吧，应该是来不及的。这个人不能打，万一打了来不及挂就裂开了，先挂掉吧。还有一个纸回去，这个纸回去没纸回去了，还好没人来偷。必须啊！啊！不要啊！又在看到我。干什么？这俩结石修不动了，他们唯一能修的就是佣兵和拉拉一起修，看这还剩多少了，刚八十 ，OK， 刚八十就不怕了。因为结石估计是放个箱子来救人吧，不着急啊。太有病了，机子肯定是不能修的，人是可以给他救的，机子不能修的。人随便救啊，机子不让修。拉拉上挂飞，他俩可能在摸拉拉了。
没，拉拉还在鼓舞了。没事，这佣兵我是不会打的，我打拉拉不就行？看到了。要不着急，那我再往后挂。着急，一直不能给他，铁石也来，他敢修机我就放了。被修好了，拉拉也来了。你在那里？耶，我操！哎呦！那往后走了，没看清。歪了。OK， 结束，结束这场道具。哎呀，服的是。下夹子了。Hello， 我是鹿头。他往下走了。你真在后面啊！真的是你呀、啊！应该等会再打的，都是钩子的。他要躲我，他就得上楼，不上楼躲不了，我傻就死了。
意思？不懂啥没懂。他和不懂啥双排的呢，就是。哎呦，我这空钩。哎呦，我这空钩。我幽闭不能无伤救啊，下部得换人来救。哇操！我都做动作了，你逃上去了，兄弟。太惨了，兄弟叫玩游戏的兄弟，一杯喝口酒还来。我要打针对了，这不打针对我要撒跑了。打针对啊，不打针对死了。哎呦，我以为他救下来了，他就我要废了。也好，这不是废了吧？这不就废了吧？哎，哈哈，好皮！这是谁呀？这是哪个宝贝呀？这 S1 桥下 也不咋样吧？哇，这 S1 桥下。不让他知道是我了，先不让他知道是我了。还飞罗了这不？我啊！啊！就这？
是我老爸，你把我杀了我都不信是我老爸，这操作跟老爸有什么区别？啊，这操作跟老爸有什么区别？你就告诉我。给他被壁画插个眼，应该不会怪我吧？不会偷我人吧？老爸可能没睡醒吧？我娃的UB卖了。卖了追舞女去了。他壁画是不想追一点的。舞女会修的。舞女往废墟跑了，看到了。快跑飞了。我这队友是睡着了，今天看来都比较困啊，今天睡眠都挺好的，都睡着了，看来主播比他们稍微清醒一点。这睡着了吧？我不开玩笑。我靠，他来把这里给我修了，我废了。一会儿叫钩子去了，那我到时候我还得回下场。哎呦，我本来想着吃场子，我让UB救不下来吧？你看来是的。哦，你这盒子好烦。哎，这个雷没炸到他们，我想无敌狙击了，看下 UB 能不能切一下。再看一下 UB 能不能切一手了，再来拉神火了。把 UB 再打了 ，B 的 ，B 不带我回去了。拉扯，这盒子太烦了，惨了。这UB摸了个啥呀？被他摸好了。这道具发的挺好。我没发了个啥呀，发了个针，
UB 还在脸上，他打火拉出了，看能不能把下一船都拖出来了。道具他们现在都没了。这边没自己了。我以为是死的，对方的位置不好，我以为是死的。哎呦，没雷了。拿些壁画带个飞雷点来抓呀！哎呀，那比机子要好，被绝了那一把。主要是他们两个强行把我电击亮了，我还不如从把这个人往山顶上挂。那台机子抢亮了，我没想到。那机子没抢亮的话还有拉扯空间，抢亮了就没啥拉扯空间了。虽然用兵送了个双趴，抢亮了，哎，不了了，可惜。回头不应该回头了吧？算没回头。这没回头吗？他，我知道就是要吃刀啊。哎，他第一波翻进去了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OK， 教练，包放的。哎，我带快闪，其实没必要跟他搏反。这两波有点难受了，我看他，但是他进步他就死了，他不能进步，真敢进啊你！我看你怎么废。哇，这么细！我操，去看他！我操，这夹餐都这么废的！我操，我第一次知道。哎呦，没带传送难受闷了。哎呦，这有空了！我操，他有点牛逼。我操，这夹子还能这么玩吗？完了，哎呦，我一直在空钩了。闪现被六穿了，闪现真难受啊！
四来去打血吧。我靠，我还过去了。我操，这还够坑吗？想一下再打分。对呀，是挂不下去，挂大门吧。得先杀祭司，现在就是一个大队，不好搞。这么稳，教练？这么稳吗，教练？这摇表救啊！夹子被拆了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包带的呀。不是，你别管啊，路头这版本不带分，不带什么做什么，教练大魔皇，教练啊，没带闪现嘛，该被溜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感觉哎叹气搞啊。好了好了。海盒子去喽。被老八吓了，我一起往回逼吧。这仪器没放好，给他多拖了一只包的时间。我比二阶了，看能不能给他来个双趴吧。
夸的还行。上去吧，到底他还在踩个盒子，他不踩盒子，他二级也溜不动，溜个一级。白球什么意思？杀了，还有机会一样。他飞轮了，好飞！为啥还要飞轮？要把门关了。再把 UB 杀了就赢了，目标是 UB。UB 看到了，我回去开一下地基了。我操，修完了，修这么快。老爸迷路了，老爸去哪呀？啊，老爸，老爸，别走了，老爸。你给我回来，你回不回来？拜拜，下班。晚上见，晚上见。找不到人，老八往我脸上跑。